哎，等会儿，你能坐这儿吗？哎呦，这样可以，给我看看。就选了双十一嘛，对，我们选了十一道菜，嗯哼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先看看啊，看一下这十一道菜都是什么呢？哎，来了啊，水煮牛肉、麻婆豆腐、尖椒炒肉丝儿，哎，三杯鸡、小排，真的的确都是大家爱吃的，平常愿意点的，是吧？哎，整体就是下饭菜，下饭菜。未来有没有你做过的菜这里边？有把握的，我觉得过桥米线应该跟湖南米粉差不多吧？差多了，是吗？绝对两码。它不就那个粉吗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，湖南的三鲜米粉和这个云南的过桥米线，从制作工艺上来讲，就有非常大的区别，料不一样。我觉得我们赢了，你听南哥头头是道。哎，炫真应该都没做过这些菜，都没做过，但我喜欢吃哪一个？我做的他都爱吃。对，对，对。这都是套路。综艺呢？综艺呢？综艺的菜是你做过的这边？菜啊，我不说了，说了一会儿被抢了怎么办？哎，综艺啊，会吃家，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啊，不是好朋友啊，好搭档。我终于不用担心了，今天我负责蒸米饭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吃不饱了啊。那个海娟，你有没有这些菜？我跟你讲，我个个都爱吃，但是我特别爱吃辣的。我也是，麻婆豆腐、水煮牛肉都是我爱吃。我也是最爱吃的麻婆豆腐。哎，我有就一定会点。哎，我特别喜欢吃豆腐。小炒肉会比较简单一点吧。我特别喜欢吃豆腐。大姐炒肉那个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挺难做的。哎，是吗？我会调那个汁儿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我炒。今天啊，咱其实不用说话，直接做菜得了。我看这四个都是神不守舍，我这说话都是这样。真的是这样。等一下，让你们先聊着，我们俩聊。行行。其实这些菜说白了，各位。难吗？这些菜都不难，对，嗯，都不难。这些菜五分钟就能做完，非常简单的菜。老师，这我可不信，我都不信。对你们呢？经过接下来的比拼，最重要的是能够有优先权选择，到底做哪一道料理。哦，就是我们了。所以一会儿要好好比拼。好，好，一二一，穿越吧，出发。虽然大家能够尽情尽在双十一，哎，为了与双十一这个相呼应呢，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浪漫、辣眼又有趣的十一个游戏。十一个游戏，玩不死你！你们选，你选，从中间选择三个游戏好吗？第一名有一个特权蛋条，十分；第二名七分；第三名五分；第四名零分。啊，来，这分三轮下来总分加在一块儿，第一名的人游戏的这个总成绩累积下来之后会有特别的奖励。现在呢，这个大家选择一个游戏的号码吧。一号，一号的同意吗？啊，可以。一号，先看一下。一号，爱情飞机。哎呦，爱情飞机。哎呦，哎呦，想想我过。爱情飞机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是一个考验男生体力的游戏。好，我来示范一下啊。现在比如说，啊，小老师就是男的。我怎么就是男的呢？我此刻愿意当女的啊，是吧？好。他就是有一个人这么躺在上面，就是女的。小圈儿，小圈儿，我觉得今天我的腿什么时候废掉，也就是我初吻到来的时候了。爱情飞机，男女互助动力比赛，这样就完了啊！现在时间开始，开始，看谁时间长啊！坚持住啊！谁要是只要掉下来就算输啊！哦哦哦，撑住啊！好，子枫的平衡保持好啊！哎，是状态。沈南这个非常有，哎，沈南这个有难度啊！你这感觉要去哪儿？飞到哪儿去？你费力吗？来，没事，我帮你。没事，你别放，你别放，要不然。哇，你好重！我吃了什么东西？你为什么这么重？哎呦，我的手！哎呦，我的腿要快麻痹了！哎呦！哎，我们万万没想到这几个男孩体力这么好啊！子枫也不太行了，现在最稳定命脉。哎，想不到我们的沈南，沈南人小力气大，沈南已经僵住了啊！哎，你们快放弃吧！就是啊，那这快完蛋了，亚华有点危险。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
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！这就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！这就我受不了了，失败了，失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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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完了，哎呀，万万没想到，抽奖成功。沈岚还行不行？好。哎呀，真是没万万没想到，想不到沈岚成为一匹黑马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下去，腿下去。沈岚腿起来，这叫游戏吗？子枫腿起来，腿下去。好，腿起来，腿起来。哇，沈岚腿起来，沈岚。老师，干什么？我还起不来了。可以的，南哥。起不来就放弃吧。太对不起了，沈阳，沈阳，东东，东东强。沈阳，放弃吧。死了吧！男的眼睛小队，男的眼睛小队，呀！好，现在我倒了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回来行吗？别动，好。现在我们放弃，两个人腿一块儿再下去。放弃，起来，行吗？最关键是最后这坚挺这一刻，必须要挺住啊！沈南，沈南，你赢了！我们不下去，下不来，锁死了。好了，最后一场，放弃了。来，我们先恭喜啊，我们的沈阳组合。你们获得的是十分，还有特权饭勺，这证明什么？就像我们那个小熊电器说的一样啊，气小活好。嗯，对。来，我们来一下口号：沈阳，沈阳，运动共享。好，第二名呢是子枫，获得了七分，来，麦克获得了五分。好，看一下下一个游戏是什么，来，大家再选一个游戏吧。好，六，六号，看看是六号是什么游戏啊？思念拔河，思念拔河，我来解释一下啊，两个处男身上绑到了一个拔河的线，然后呢背对背，但是你面前是你的那个女生，吃到女嘉宾嘴里尝的一个长的饼干，要亲就亲。就上一轮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先来厮杀，来吧。